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新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一月二十九号哦，旧历十二月十八，礼拜二。好，这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。天河峡谷的生态水池依旧遭受到污染，几十万尾孔雀鱼汹涌死去，居民就希望环保单位会当找出这污染的凶手。初一到初八连续八天哦，开出加参拜公园，会来举办一系列的花卉活动，准备要让乡亲感受中华花香的美丽魅力。另外来看，即马学生囡仔开始跳伞，百外位这小小棒球馆是组织一个何必垒球球拍球运动，详细新闻内容哦，等一下报予乡亲知影。好，来鄉親，這新聞一開始來關心，為在這彰化市濱河社區的排水溝常常傳出被污染哦，但是民眾哦常常向這環保單位來檢舉，說都無消無息。這幾天哦，這水溝就是幾條來翻白哦，這性命力真強的腺魚哦，也都冰島死去，連十萬外尾的這孔雀魚也都讓頭頭死。民眾就來懷疑哦，是附近一間大型餐廳排放廢水，希望政府要提出這魄力哦，查出污染環境的兇手。居民不忍心将已经死去的鳝鱼勾起来。居民讲，生态池内面的孔雀鱼早就死了了，想袂到连生命力真强的鳝鱼嘛挡袂牢。即摆就是鳝鱼啦，啊，这鳝鱼的生命力算超过强的，啊，男鳝鱼都死去啊，啊，这水看偌垃圾。啊，希望有关单位关关心一下呢。滨河社区理事长讲，原本垃圾的排水沟，经过里面的努力，真无简单，已经有成果。想袂到煞有歹心的人士排放有毒的废水，和生态池的鱼群、甲水中的植物拢死了了。这条沟啊，吼，社区吼、甲公所吼，啊，已经啊开百外万吼，啊在整治，啊嘛整治几落年的时间，啊较早吼水哦拢真清气。啊，就从最近啊，唔知拢有这个不明的这个废水落来，啊，所以一挂鱼啊拢死了了，啊，水面嘛拢安尼非常的垃圾。事实上，居民早伫去年十月发现有鱼群死去，就报案，环保单位冇来采样，只是一直拢无下文。这个对面这个餐厅吼，啊，开落的时吼，当过灯光吼，鱼啊，就算讲就死到99%去啊。哦，啊有甲这环保局反映吼，啊环保局的人有来采水啊，但是拢也无回报讲也是水有问题，也是迄个废水倒回来，拢无处理也无反映。原本社区垃圾的景点，经过居民的努力有具体成果，想袂到因为歹心人士的破坏，甲环保单位的怠慢，和居民的心血拢去了了。多张新闻，中视人中华采访报道。好，再来看活动的消息。2013火地中华自旧历的初一开始，将在这中华溪洲公园展开哦。今年是小龙年，园区内面哦嘛特别布置真侪大型的主题花卉，而且全部拢是出自这中华在地花种哦。活动哦将持续八天哦，要让乡亲感受到中华花卉的特殊魅力。小朋友高水的舞蹈表演提前差的2013年花在彰化系列活动的热潮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是彰化县建馆290周年，加上活动举办的期间，刚好拄到西洋情人节，主办单位会在20多公顷的活动主会场溪洲公园特别增设建馆290周年加情人节的花艺布置，也佮有艺术花卉马车游行等活动。啊，全国最漂亮的花卉
最精彩的园艺设计啊，就在我们彰化，最漂亮的盆景也在我们彰化。那我们今年呢，是我们彰化建县290，而且呢，今年在我们2月10号到2月17号的展期当中啊，有一个西洋情人节哦，所以我们欢迎全国的嘉宾好朋友，在春节假期期间呢，可以来我们彰化啊，度过一个快乐温馨的春节假期，并且在2月14号呢，在西洋情人节那一天呢，可以来我们彰化。管护工除了到彰化巡回以外，为着推广绿化，溪州公园内冒种树 DIY 的活动，让来到溪州公园参观的游客会使亲自 DIY 种树。另外，除了溪州公园，伫参拜公路花园甲鼻头的中心古堡顶顶，拢是花在彰化的主要灯区。多张新闻中，是梁中华采访报道。好，继续来看哦，这个特别过年啊，彰化市长邱建区哦，就摕到这特制红包，走到这花园甲民生市场来发送拜年甜喜气。当然哦，马上上来累积家己的人气。恭喜恭喜，恭喜啊！恭喜发财啊！大家吃豆干，子孙拢会做大官。啊，若吃议员，让恁子孙啊代代做立法委员。口才真好的市长邱建富连续讲真侪好话，让市场的摊商非常欢喜。市长邱建富今日来到花园民生市场发送红包，提前向市民拜年。民众烧钱要甲市长握手，伫过年之前摕到红包，嘛感觉是好结头。很开心，蛮开心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好好彩头啊，吼对无？啊看通安尼来发财无？啊欣欣向荣无？啊大家好过好日子无呢？市长甲民众亲切互动，发送红包，分享好运和摊商甲民众好过年。咱啊，各地讲就要过年啊吼，所以咱特别来咱的传统市场、花市场，啊加这个民生市场啊，来发着红包袋啊，啊加五零本的红包袋吼，啊大家咱拢非常的喜爱。非常介意咱的这个红包袋啊吼，啊，加这个五零门的这个福袋，啊，我伫遮甲大家拜一个早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同时呢，那么祝咱的这个传统市场生意会当愈来愈好，咱市公所呢提供更加好的这个服务，来带动着地方的这个欢迎，让大家会当好过年，过好年。市场展现高人气，无偌久的时间，数量庞大红包就被抢了了。市场表示会努力市政，让民众的生活更加安定富足。多谢新闻，咱们请中华彩虹报道。好，那再来哦，从镜头转到这罗岗镇，来看立法委员王惠美29号哦，是请来这5位司法名家现场会合，写春联送予乡亲。这现场领调是客满整个服务处的门口哦，真侪乡亲嘛拢希望会当摕到这真水的春联，登去厝内布置。其中这立委王惠美嘛亲自会合写春联，祝福所有乡亲哦，这小龙年平安快乐。来咯，大家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年年大家发财，过发厝。摆出酷势，提起毛笔，立法委员王惠美现场挥毫写春联。春联啊，新年头吼，拢会使吼年头红到年尾，啊，搭这个春联，让咱大家吼更加平安顺利，大赚钱啊嘞。写春到，福到，王委员是写甲真正够水，连伫咧边啊排队等领春联的阿叔阿姨，拢讲这个春联哦，爱摕登去做纪念。好康，对人快福气无歹。啊，对，王立伟。福气啦，唔来啦，嗯，就伊讲安尼，甲我写书啊，爸啊，做纪念嘛。我好久没有写书法了哈，啊，但是哦，这书法真的是咱中国吼真传统的一个艺术的物件哦，啊，确实有用哦，嘛是爱加来认识一下吼，我相信吼，嘛呼吁搁较侪人吼，咱共同来写这个书法哦，安尼会乎咱的这个省吼，啊，搁较精，啊，甲咱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吼，搁加发扬一下安尼啦。过年过年特别到啊，两位王惠美罗岗服务处，请来罗岗诗书画协会现场会合送春联，大师。一笔一画，拢去印长长的链条，排队等讨一个好彩头。我就是爱这个老师写，这国宝级的，这写水啦。不少的民众拢讲，大春联才有过年气氛。市面上有电脑印刷的春联，但是拢比袂过大师手写的春联。
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六港采访报道。住伫即彰化的婚龄乡亲哦，是请即二十外位即家扶中心的囡仔哦，来到即牛排店来食牛排哦。另外，过来赠送因一人一包红包袋呢。马上转来新闻的现场。华人第一大轮胎公司，世界十大轮胎厂，振兴轮胎，扩大征才。现场作业员随到随面谈，免等待时间，欢迎洽询各分厂应征或拨85251551转人资客。振兴轮胎是您最佳选择，现在面试可年后上班。彰化东区计划，捷运绿线彰化 G20、21双站，新县市中心。台化厂区转型计划，大型建设进驻。金马特区，新加坡式休旅电梯豪数。五大房，双车位，一楼贴心孝心房。全宇养哲，04736-0388。2013花在彰化，2月10号到2月17号在彰化县盛大举办。现场有最缤纷的花卉，最精彩的活动，欢迎全国乡亲一起来品味建县290的美丽彰化。建县290赏花迎新春。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三，也是旧历的12月19。根据这通讯的记载，明仔在位哦，伫个正西方，好时是下晡1点到3点哦，是啊，即计算甲开工。另外，还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继续来关心哦，保阳乡公所29号是来结合这顺兴汽车、九联阿摩托公司哦，甲在大通电子、惠德凌林主城街伫这工作的工厂来办理这个温暖人间的公益活动，针对个收礼后来发放这白米两袋以及6000块的红包哦，这一早就吸引真侪民众排队等待领取。规车的白米、民生物资以及红包，拢是四个企业社团的爱心关怀。乡长杨福德嘛，到场来关心，领取民众对企业以及公所的用心，纷纷表示感谢，场面是真温馨。我们要和乡民吼来感谢咱啊一挂做善心的企业吼，来给咱赞助，啊，让咱在本乡民吼过一个较好年吼。啊，今日有咱。惠德农人慈善会啊，甲咱捐16万，按每一户吼，领2000。过来咱的大通电子，就是咱惠团吼，啊，这个董事长，我那真有诚心吼，我那来捐献几多年了吼，啊，又个我那甲咱捐献16万，每一户咱领2000吼。过来咱的保研吼，有一个9年预拌混凝土，啊，伊这旧年嘛来捐献，啊，今年过来捐献，啊，所以吼，这我那咱本乡的大资产家。啊！伊共款，我那捐献16万，啊，每一户领2000吼。过来，咱本乡的这个企业家吼，咱顺兴汽车吼，啊，开伫咱福兴乡遐吼，哎，这回吼，啊，只好甲咱送2袋米，拢送160袋。杨乡长嘛表示，感谢在地企业以及真侪民间社团对社会关怀，国较希望会当借此活动来抛砖引玉，唤起大家做伙来关心绿色。乡咧经营事业，啊，做汽车卖吼，啊嘛是算讲伫地方取之社会啦，用之社会，啊，即摆经济也无好，
啊，所以讲每年我拢做这啊白米的哦关注，互遮平民，遮艰苦人啊，希望因即个过年会当安尼过甲搁较快乐，啊搁较平安。乡亲排队等领红包加白米，拢真欢喜。嘛讲景气无好，一挂善心人士的红包，领领的嘛有办外口，即、這个年嘛较好过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。为着照顾社会上的弱势家庭，河滨西主会哦，将爱心化为行动，连续30年哦，举办这岁末寒冬送爱心的活动。今年同款哦，是来到这万兴寺来发送吼430户的弱势乡亲，一户1000块的红包，加2大包的白米，加民生用品，或者受到辅助的乡亲哦，拢真感激个感动。热心社会服务、关注贫困家庭，是河滨西主会的老传统。河滨西主会30年来，固定在旧历12月18日这天，在中央路边的万兴寺发放物资和寄收一户，和民众万分的甘心。像我哥哥，他是低收入户嘛，而且残障嘛，啊，所以他有时候这个可以让他就是他那个救济物资，他可以有一段时间都不用再买东西啊，又可以这样子慢慢吃，省吃俭用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对，因为他每年他们都有办，我就觉得还蛮感恩的。咱当然救济的范围包括咱的河滨、山西、新港，咱有三乡镇哦。咱每一年在咱这个12月18日哦，拢会来举办这个当然救济的活动。身在地方的人士，吼啊，大家出有力出力，啊，有钱出钱，敬老啊，一个一点仔心意。庙方人员讲，万兴寺阁是一间小金庙时阵，西主会就开始发放物资，甲庙方做会做功德，帮助社会弱势。按照大家向上的吼，无伊万兴讲在遐，伊是做恁遐买路，就是伊做遐甲咱保庇，吼啊，着大家向上的吼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然后啊，就是。一年吼，啊，即款愈侪吼，愈侪来吼，愈健全就对啦。大家都知影讲，这是在咧做工个。西主会寒冬送暖活动发放430户，每户1000块的红包加丰富的物资，佮准备盐仔加米粉，予民众享用，予民众是食伫嘴内，温暖在心内。多张新闻，咱们请何美采访报道。同款嘛是充满爱心的消息，为着要予家父中心的囡仔哦感受到即个年节的气氛，在伫咧彰化的婚姻乡亲哦，是请即阵20多名囡仔哦食牛排，伫咧活动当中，也阁有袂少即民意代表嘛纷纷来响应哦。除了予即个囡仔会当食到好料以外，也阁有即过年的红包会当摕。新年快乐！一边吃好料的，又搁有红包会当摕，请囡仔吃牛排，惊囡仔袂好切，搁教因安怎切牛排。婚姻同乡会表示，就因为因即阵出外拍拼的婚姻乡亲，少年的时阵拢艰苦过，嘛真了解艰苦人的辛苦，请家父中心的囡仔吃牛排，就是要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。咱中华定居第二个故乡，所以吼，阮婚姻人是足艰苦的，较早拢无通好食，所以会体会讲吼，要来甲咱回馈咱中华遮一寡较艰苦的少年，所以今仔日才会办伫咱幸福牛排来邀请遮小朋友食饭。因为家父中心的囡仔有真侪拢是单亲或者是隔代教养，真侪囡仔拢是头一届接到这么丰盛的菜色。家父中心的主任嘛，趁机会来教育囡仔西餐的礼仪。因为婚姻同乡会过去都是回去故乡帮助婚姻的弱势为主，今年是第一届在彰化请家父中心的囡仔吃牛排，所以嘛，吸引真侪民意代表来响应。甲咱婚姻同乡会，咱的王金环理事长。共同发起爱心，伫个咱为啊岁末年终之际，来遮教辅中心的小朋友，来遮寒冬不送暖。上重要有这个理想甲想法，就是因为细汉大家拢困苦，无饭通好食，希望用抛砖引玉的精神，让小朋友从小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新年快乐！婚姻同乡会强调，这虽然是因第一届针对彰化县内囡仔举办活动，相信这款的想法未来会当继续落去，造福更加侪彰化的家庭，厚爱延续。大众新闻刘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前彰化县长王金珠哦，是来接任这第四届彰化女中校友会理事长，现场气氛热烈滚滚哦，连无双乐团哦，马前来演奏乐曲哦，差的气氛马上回来。
彩制造60寸电视，只要38800。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，超低月付2999起，马上带回家。快拨0809-009-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，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接下最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透过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好，继续要来看这100多位各中小的学生哦，打棒球哦，是充满这青春活力哦。这个体力哦，是一点啊拢未输乎大人，打球、投球，看起来拢真活力哦。主办单位哦，嘛希望因哦，除了看这棒球比赛以外，嘛当将棒球当作日常生活的运动哦，或者台湾的运动风气会当更加提升。河北镇棒球委员会大力推动棒球运动，持续举办棒球娱乐营，让更多少年学子接触棒球，对棒球运动的推广有很大的帮助。尤其让小朋友寒暑假过了更加健康充实。开训的寒假棒球娱乐营吸引超过100位各中小的学生热情参与。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每年的寒假还有暑假的冬令营跟夏令营呢，让小朋友呢能喜爱棒球运动，然后甚至热爱棒球运动，然后呢，甚至自己能亲身去体会棒球运动。学生讲，娱乐营会使学到宝贵的棒球运动技巧，收获真丰富。因为很好玩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有挥棒、投球。我觉得可以多运动，然后传球、打击、跑垒的那个练习。球技会变比较好，然后会交比较多朋友。河北镇棒球委员会经费有限，教练拢是靠着热情才会使继续举办野队。管理员希望政府甲企业会使支持赞助。这个棒球委员会是真的每年办的都很成功，啊，伊的经费都很欠缺，所以需要讲咱管府来给斗相共，甚至咱的民间的团体吼会使甲认养吼，和咱这些中小学生吼，伫暑假寒假的时候有所在通去，用锻炼身体，搁袂有歹安尼吼。台湾棒球运动的人口未少，但是推广基层棒球的经费等资源算是相当的欠缺，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。多张新闻，东青河北彩虹报道。好，过来来关心，为日本时代1919年哦，创立的这国立中华女中，创校哦将近一个世纪，是来培育出不少的人才哦。这28号的暗时哦，校友会嘛来举办这新旧年的理事长感谢典礼。这第四届理事长哦，是由前中华馆长王金珠来接任。接下中华女中全国校友会理事长的职务，前馆长王金珠表示，中女有真多优良的传统，需要继续保留落去。特别是校园内底红楼，更加是每一位中女校友永远的记忆。咱中华女中毕业的，咱的学妹学姐拢非常的杰出、甲优秀。那接任了后，我会继续咱兼任黄淑娟理事长，伊过去所做的工作。凝聚我们校友的对学校的向心力，还有各项对学校协助帮助的工作，咱会甲校友李建士同心协力来协助学校。因为12年国民教育将要实施，王金珠嘛讲，高中社区化以后，学校要发展特色，只要有好的教育环境，就会当让囡仔得到上好的照顾。大众新闻中，谢良中华采访报道。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哦，今日1月29号，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，今日总交易量是183公吨，总平均的计数是每公斤17.1元哦。咱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。回
咧再上价十五，中价十一块，下价八块；，再咧再上价二十，中价十七块半，下价十三块；，包心饼啊上价十一，中价九块半，下价七块半；，卡玛多上价三十，中价二十，下价十块。菜心上价十八，中价十四，下价七块；火林豆上价八三，中价一百零五，下价八十；葱啊上价二十四，中价二十一，下价十四；红菱菱上价十二，中价十块，下价五块。头上价二十四，中价二十一，下价十七；菜头上价十四，中价十块，下价六块；韭菜花上价九十三块三，中价九十二块，下价九十；面头上价五十五，中价四十七，下价三十五。今日冷气团减弱哦，各地气温拢明显来回升哦。这温度上悬哦，拢伫咧二十度以上，而且一天哦会比一天较热哦。到了这拜五，温度上悬可能会来到二十八度。不过这日夜温差也是真大，乡亲也是要注意一个气温的变化哦。另外，伫这东半部地区哦，也是来出现这短暂阵雨，提醒乡亲要特别注意咯。所以来提供乡亲明仔各地上一气温。以上就是今日一月二十九号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，我是林桂英，咱再会。心超烦，阿杜胃酸、胃酸稀，努力揉搓镜头对调调。红心加味姑嫂丸，补血、调血又养血。姑嫂丸解心烦，养血够完气，调血保青春。已经到心来照顾咱查甫人，红心加味姑嫂丸。目睭酸、流目油、看袂清、看袂明，红心明目丸效果好，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。顺中药，红心明目丸上好。钙质流失，骨质疏松，关节退化，腰酸背痛，脚手无力，顺中药脚好无副作用，强筋固骨头，让你脚有力哦。红心大雄丸，红心大雄丸，目睭酸、流目油、看袂清、看袂明，红心明目丸效果好，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。顺中药红心明目丸上好。哎，来见客陪啦！受油啊啦，我袂堪的啦！你血爱痛啊啦！重油重咸，你血爱痛啊！过来吃冰段运动，你血爱痛啊啦！清血油，通血路，顺血压，吃血爱痛。红星血爱通，目睭若健康，人就顺服。卡早我目睭真有乌影，目睭搁擦擦咪，这红星明目丸给我顾甲好势啊好势。咱有血人目睭会酸会笑。会花会蒙雾，这红青冰木丸真有效。好，你目睭实在有金，会晓经济，红青冰木丸覆盖得志。啊，欧桑啊，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。我的骨质疏松，钙质流失，骨头酸软，脚手无力啊。嘿，唔较简单，
吃大香丸就好啊。咱这款年纪吼，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。你讲吃啥货？红心大药丸啊！吃大香丸就对啊啦。